上合组织成立14年来，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，也建立了进一步的政治互信，为维护地区稳定、增进成员国福祉做出了重要贡献。我们还签署了长期睦邻友好的合作条约。 建立了50多个不同级别、多个领域的合作机制，共同制定了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及落实计划。各领域的务实合作都取得了不断的进展。上合组织成员国位于亚欧大陆的结合部，这里是东西方多种文明。 文化、宗教的交汇之地，本地区能否实现长治久安、持续发展，不仅关乎地区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和福祉，也将对世界和平、稳定和繁荣发展产生重要影响。